丰田发出咒怨般的声音。伊恩使用 B-Bus 来发音。欢迎收看 Special 练唱秀下集。继上次看完洪正、伟纪、明杰的发声练习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团员吧。你的发声，我怎么发声？在唱。我就是没有 key 的，就是从最高，然后就从高，然后一口气就是。那你也试一下我的。就是要尽量不要有，尽量不要有，对对。再一次，我不管到你来啊，来。上来我也不知道，反正对都有，就是我就是一直上下上下，对，就是低音跟高音都有这试到。你为什么头还要转？你为什么头还要？黄田，你有什么自己的方式吗？我们今天早上才在讲这个。对。刚好聊到。有，我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可以多讲话吗？多讲话了吧，对。そうですね。じゃあやっぱり最近ねそのライブに向けて頑張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って。よ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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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之前，各位。哎呦，这个。想到了，现在不会，你在干嘛？还没开嗓，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我知道，那是咒怨的。咒怨。哦，对，就是可是这样可以干嘛？对你的喉咙做了什么事情？放让喉咙放松啊？会吗？我就是滑手机了。没有啊，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我的就是，我一定要喝一点热的，然后一定要一直讲话。所以也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我话本来就很多。然后换烟，这个没用啦，这个是那个，我觉得发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都会早。我知道你干嘛？你要怎样？你知道你 B box 那边不是那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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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一般人做不到。对，我早上就会。第一个 box。我早上就会，B box。我每天早上第一个 box。每天早上睡醒就。呀，这样你的嗓子就会开。Teddy 你呢？前面突然用 B box 开嗓，那我就来一个打鼓开嗓好了。打鼓开嗓。喂，没有了，我。我就是比较基本哎，就是那种，就是这样，然后爬那个音阶而已，对吧？我也没有特别，我就是，然后就是把喉咙放着。Special 的团员果然个个都天赋异禀，每个人的发声练习都不一样。下次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真实练唱状况吧。